这里因新冠疫情而灭国，美洲还是澳洲中有国家因为新冠疫情的关系灭国了啊？美洲，美洲有几个国啊？美洲好多个啊，因为他没讲是北美还是南美洲。对啊，而且这个灭国的国家我去过，这个澳洲国中国，所以答错了。不好意思，提前。晚间六点，京都念慈庵全民新攻略。